这只鸟不是素囊炎呢，这么的消瘦，喂了素囊炎的药也没有用，喂水都不消化。我又找了专业的医生看了一下，说是念珠菌，那现在就要给他喂一点念珠菌的药了。医生都说救他的意义不大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，还是想救一下他。先给他喂一点电解质水，因为他已经瘦的皮包骨了，已经走路都有点站不稳的感觉，已经体力不支了，先喂点电解质水给他，希望他能够挺过去，毕竟也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希望他能好，我也不想放弃。然后就是给他喂这个药，喂两耳勺，它是这样子的胶囊，给他打开，用这个挖耳勺，这个挖耳勺它有点太小了，两耳勺都有点多，少给一点吧，给一勺半吧。这个药是一天喂两次就可以了。这种还可以，一直想要吃的，希望它吃了药以后能好。长着翅膀，想要吃的呢，瘦的不行。现在一定要等它的素囊把这个药一定要清空了以后才能喂来了。